日前有网友在秦皇岛偶遇霍思燕、杜江夫妇还有她的好闺蜜熊乃瑾一起出去游玩的照片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霍思燕身穿黑白格纹西装外套，搭配牛仔裤，披着一头微卷长发，戴着墨镜遮面，打扮看起来时髦有范儿，兴范儿十足，手里拿着饮料，笑得十分灿烂。在路人镜头下没有经过修图，但也不得不承认霍思燕的气质还是很好的。霍思燕跟马儿合影，一开始时候还很大胆地摸着马儿的头，但马儿很热情地回应了一个亲吻，瞬间把霍思燕给吓到绷紧，反应看起来很可爱。杜江头戴着蓝色棒球帽和墨镜，身穿蓝色衬衫和牛仔裤，一身低调打扮，难掩帅气，牵着狗狗全程笑容满面。虽然儿子恩和没在身边，但感觉霍思燕、杜江夫妇和朋友一起出游玩得更开心呀，三人全程笑容满面，感觉玩得比小朋友还要开心，童心未泯，超欢乐。喜欢就订阅呗。